生命中太多的感动。娘，看他们三个比较有做童星的潜质，要不要加入我们公司？到底要干嘛？走开！哎呀，一起来吧，带我们一块玩，然后去买。走开，走开！这孩子怎么这么野呀？怎么回事啊？刚才说了些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厉总，我不知道那是您的小孩。乾坤是吧？以后属于厉氏，你也不用在那待着了。厉总，给个机会，厉总。在你说出那些话的时候，就没机会了。